80还可以再上去吗？不行。明天目标就先全部80啊，不然这样怎么连？这样也是啦。王毅啊，蔡文姬。那一页有了，可是那个主线还有很久啊。跟最多先抽一抽就好了，反正要抽到什么时候，也不知道。是不是要直接打对战比较好啊？我们这样一样有点拖时间吼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应该直接打对战啊。我们也是主线有点单调。也是。